大弟呀，你做你如惊如梦是做呢？哎，大大弟哟，你到底爱叫我去地个？啊，你话唔知？我妈那会知了，你叫我咋样解释到？我阿伯这解释到是做什么个？行家人莫来，钱人来去，一来个俩鬼。俩是咩解啊？俩鬼，我爸弟弟啊，莫生啊！俩鬼，鬼了好俩，俩一杯叫个俩倒腾就死呀！你辛苦个，手去打得嘴呢，豆腐大酒大，你满脑有病，弟呀都惊咯！莫拿钱假康鬼，能老卖哦！我上卡老懂咯！你到那边啊，我问你，哎，你干嘛看见鬼？唔白，我问阿唔白，哎，你问所有个能地点咋得一台只鬼呢？龙镇嘛唔得，谁一根棍无食街，究竟咩啊正式台只鬼呢？伊也差唔多爱对去咯，卡仔。哦，了，叫声地啊！我心肝头落惊啦，免惊啦，你也是威硬呢，做你几个人，叫声你个胆呢就会炸。哦，惊就发就大掉。我对了就对了，对吧，姐？好，那罗那古，那罗那古来念经，别离不经，我们不会念，只会念那糊涂经，糊里糊涂来念经，糊里糊涂来念经，糊里糊涂来念经，糊里糊涂，糊里糊涂糊涂来念经。假惺惺假正经，说你不念谈爱情，别的书经你们不去念，只会念那恋爱经，糊里糊涂那谈爱情，糊里糊涂谈爱情，糊里糊涂谈爱情，糊里糊涂，糊里糊涂糊涂谈爱情。哎，谁呀？是我们了啊！来了！哦，两位师傅，嘿嘿，请，好，不客气。哎，你好，嗯，啊，哎呀，哇啊，乐退，阴气重重啊，煞气平平啊，这真是不得了，这了不得个啊！哇！我得那是做你弟呀，那是大家小鬼都不惊死人，你家己教啊，啊是大家呢就掉花掉就断，你我自动惊摸就花咯，你无教无带错一个弟呀，人惊人是惊死人啊，老孙，弟呀，嗯，人来教就。我一空气个一紧张，你抬小杯，我来抬小杯。好，哇，这间房子不得了哦，哇，尤其是这一个门呐、啊，哇，哎，你讲我前面两个，哎呀，吓死我啊！对，我请来的两位师傅。这个就是我的老板娘老板娘讨给你哦乐大广古伟呢有琉璃乐该打我的江北西的好阿婆都叫人做阿婆乐叫人呢做大工什么干啊大工乐不要买个三棒个大工你找你叫人做大哥啊跟当人一般的称呼呢叫找某呢隆重就叫做大姑啊大姑啊大哥啊大姑今日呢你的伙计呢就叫我哋两个嚟你屋企话你屋企唔系几干净噃系嘛系呀哦你把价钱讲好未啊价钱呢呢啲我需要当面同你傾下嘅、嗯。好啊。不过你呢间屋呢最好啊搵我师傅呢再睇清楚啲我哋至嚟讲价钱呢。好啊唔该晒你师傅啦。哈哈真你。惊之话未破，你着打阵搏紧张啊！为个一件呢贪污之下啦，是，你世界单落股有限嘅，系，你给我还嘅，好，你解答呢？家庭热爱型呢，咩个冇点定，好，
你呀啊地地地呀咩咩我冇点正冇隆中暗暗去。你交代就好了听听。阿大姑我师父话呢你如果若要家庭兴呢夜晚你唔得点灯㗎噃。哎呀黑妈妈睇唔到点得㗎。咁你想唔想你嘅家庭兴旺啊即係利是咁解呀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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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地呀名称莫你要当你要地个你要塞你要塞莫个拍点啊乐就打了你给钱啊我师父话呢大世越要平安呢咁你个床呢就唔好向东噃要向西噃。哦，咁而家我又要搬过啦。我哋讲要搬咯，咁为着你哋自己大世平安啫嘛。咁啊冇办法啦，搬就搬啦。好啊，如爱乌彩皮呢，你叫依家按头毛背洗皮，吓、嗯，佢话，你啊是咩计？叫依家按头毛背洗皮，一头毛背洗皮我养贵，养贵你唔想嘅养个几多呢？我师父话呢，你先生呢？若果要有财气呢就唔得非法㗎噃。哎呀男人唔非法似乜嘢呀咁唔使驚最多似个 Beatles 啫。咁样呀而家都好流行啊。好啦我叫你试下啦。就算即个拉呢乐解谈呢将来呢啊是爱有菜皮呢或者是强要老做大大灯34个门个大房间呢好就就算做。哎弟呀、啊、贵人问爱车啊三十四三十四人问爱车人我是多少车啊那做你去做了书顾啊你你交代了我得了天气啊我师父话呢你的先生如果头发可以不去飞呢将来你们发达之日呢起洋楼坐大汽车呢架汽车呢34道门嘅。哎呀咁好㗎。係你知道34道门吗唔知喎。唔、知道就稳阵啲。我师傅交代㗎。好啦好啦好啦。你又俾几钱好。咁啊。点计呀而家咁样我哋先讲价钱先。好啊好啊好啊。我师傅话呢我哋照计嘅。捉一隻呢就50元照计。咩话隻隻声啊车你哋又咪捉琴佢咩计隻㗎、啊、哦呢啲係要计隻㗎啦如果你屋企一隻呢咪就50皮囉如果有10隻8隻啊你自己諗你自己啦。哎呀咩10隻菜过你咩一隻都搞唔掂啊10隻8隻。咁啊呢啲嘢讲唔定嘅要捉咗先至知嘅。同你师傅讲平啲啦得嘛。咁你俾㗎价。五蚊。5皮啊我问下我师傅先啦。诶，张面蛋，你系等你一只只拗扣嘅，你一只只拗扣，系啊拗扣啊多啲啊，诶，你拗扣嘛啦，爱晒你啊，你就唔晓啦，伊啊当拗只你掹就该当你一只只，系伊啊出拗扣你掹几红就该当你一只八只，伊啊是当你一八只到底个，你张面佮佮伊拖，你唔明惊，你该当你到后路对，伊啊唔相信你，你叫伊家己拖。佢叫一家己开啲啲啲，大姑啊，我师傅话呢，即系我哋头一次交易，好啦，就算一只5皮啦吓，一只5皮啦，咁样啊，咁样叫你师傅捉到干干净净噶吓，哦，你放心，我问下师傅先啊，唔准你啊，叫你条两家清清气气啊，你该拿只叫伊呢帮心，我见你两个清清气气，喊你来了墨实都了了了，哈哈，我师傅话呢，你放心，梗同你捉到干干净净，连墨实都捉埋噶，咁啊最好啦，大姑啊，不过有件嘢呢，我同你讲清楚噃、嗯。我哋捉鬼嘅时候呢，你哋两个人唔睇得㗎噃。哦，我唔敢睇㗎、哦。最好你我问下师傅，你病边处好啲？哎呀，我就叫人行开买胎，伊能胎就破肯偷哩。哎，是是，你解答呢？叫查埔呢顶人站顶个，你叫查埔呢顶人两人个，好。我师傅交代话，你阿大姑呢最好啊病去冲凉房。咁你个伙计呢就唔最好呢就病去屎坑嗰处。吓什么
哎，那种味道不是很难闻吗？哎呀，难闻你也要一次了，你不跟鬼啊？我怕好都要的啦。好啊，唔该你啊，预备啲蜡烛之类呢，我哋开始念经。好，阿嫂准备下。我预备啦，好，唔该晒，咁啊，你可以掟埋啦，大姑，唔该晒你哋。好，唔客气，你啊，来开始啲啊，要。来念经啊！锵锵锵，地灵灵，地灵加挂个好声，秋月当令来念经，我老财星等三星，王母庙庙唐爱卿，加高天顶唔马灵，托塔天王唔托塔，我做一支阿片的。阿弟哎，对我啦！数不数不的念不灵，手中乱乱摇铃，嘴里不停来念经，上天的神仙都请前来抓妖精，这天真真的地灵灵，这就大天地找大灵，天不灵的地不灵，王母娘娘的看爱情，人类不就上了火星，道道天上不太平，有个怪事你不相信，五路财神装三星，哎呀呀呀神不灵啊，数不数不的念不停，哎呀呀的假神经啊，王母娘娘的唐爱情，灵不灵，谁是鬼怪和妖精，有手好闲的长生，如果要抓那个妖精，还是先出那三生，哎呀呀坏三生，高到社会那不安宁，哎呀呀抓妖精，抓了妖精